不可否认，你比我想象之中还要强。但今日，只要我在这儿，你们谁都带不走青羽。哥，只有修为能决定胜负和生死，你弱，你就得死。空气墙，空气墙果然拦不住他。李天命，你这是孤注一掷了吗？你输了，李天命。输的人是你。不好，这个蓄力已久的大电球送给你。诺，谢谢你，让我更懂归一境。归一境就是兄弟之间并肩死战，托你的福，我成功突破归一境第二重。什么？我的媳妇没了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爹，你没我媳妇儿！请二族长遵守承诺，将婚约撕毁，从此不再提起这件事。赌约是李炫臣答应你的，又不是我答应的，是吗？我看你是不想要儿子了。爹，别玩了，快救我！抓紧时间，惹恼了我，我就废掉他的灵元。到时候，你哭都来不及。别冲动，婚约交给你就是了。奶奶，看一下真假。是真的，从此之后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李天命，快放人！不急，奶奶，帮我找一下叶青总老，就说他们已经主动撕毁婚约了。我孙真是谨慎。不用找，我们就在这里。拜见宗老、叶皇师、叶长老。天命，先把炫臣放了。李玄一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你若再找李天命和李青羽的麻烦，一定让你好看。听明白了就赶紧走。是，你们把少爷抬回去。感谢宗老。不用谢，是你自己证明了自己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，我对你刮目相看。宗老，听闻少卿今天就要去宗老会接受受命，正式成为33位宗老之一。对，一会儿我们就过去了。恭喜宗老，恭喜叶家，你们双宗老。李祖母，有件事情我也想恭喜你。恭喜我？我刚成为宗老，宗老会分给我的青龙剑锋如今一个亲传弟子都没有了，所以我准备先收下天命和青羽两个亲传弟子，开个好头。亲传弟子啊！我老太婆不是在做梦吧？弟子李天命拜见师尊。今晚收拾一下，明天去青龙剑锋正式拜师。你们最近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之后要继续努力。走那么快干嘛？喂喂，那个美女，今晚洗干净去我房间好好伺候伺候本宗主。滚！咦，还挺凶，我喜欢。李兄，今日有要事在身，咱们改日喝酒，先告辞了。爹，我是宗老亲传弟子了，我好开心啊。滚滚滚，你身上太臭，别想玷污我香喷喷的身体。啊，也不问问你自己几百年没洗澡了还一身酒气，你才臭吧。哈哈，叶父这是害羞了吗？哼，叶少卿这才刚成为宗老，马上就给宇文家族脸色看。据说叶少卿曾经和李无敌也是好友，叶雨溪还追求过李无敌一段时间，只是李无敌选择了木盒，导致有一段时间两家没有来往。走着瞧吧，李天命现在是亲传弟子，一定会被宇文世家关注，他们不会有好下场。拜见宗老。拜见宗老。诸位，趁今日大喜，我再收两位亲传弟子，分别为首席大弟子李天命和二弟子李青羽，在此昭告全宗。谢师尊。诸位都起来吧，元辉天殿卿，
请你把青传弟子的特制令牌给他们二人。宗老，我不服，这两人一个境界太低，一个庸碌无为，没资格当青传弟子，我要挑战他们。